耶稣基督的各地信徒，让人们寻找胜利，把理想达大能之中，看人们几乎达成，引入人们的嘴，为人更多的约会。许多时代证明了他是胜利人的，许多人都关注耶稣，听懂他的话。你也听有关耶稣基督生活的一些情况吧。现在我要告诉你，他对这个世界所处最伟大的时代。告诉你，他是怎样子的，事情是怎样发生的。所以人们尊敬和听从耶稣，宗教的领导们对耶稣产生了放弃他。他们崇拜耶稣是因为耶稣泄露了他们不服从神，因为耶稣很了却他们的外表上是好，但内心却是充满骄傲，以为我罪孽。他们也不愿意改变并接受耶稣胜利儿子，因此宗教领导们改革后了杀死耶稣。他们收买耶稣一个门徒，叫他出卖耶稣，然后那宗教领导们就派人对耶稣去秘密地查他。耶稣说，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可以向我父亲求言，你他会立刻地来顺应你的天使吗？但我要人你们这样对待我，要不然上帝之意又怎么能实现呢？耶稣知道这件事应该发生，宗教领导们把耶稣带到东都那里，那里对他是一大群人，宗教领导心动群众，人们听见把耶稣钉十字架杀死，东都询问耶稣何时听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名。但宗教领导为一时冲突，并煽动人群不断地抗议。最后，冲突源于他们杀掉耶稣基督。他们是这样毁死耶稣的：他们把耶稣的脚钉在十字架上，再拿到十字架；他们把耶稣的脚和手钉在木柱上，直到死为止。这实际上是处死罪犯的常用方法。宗教领导们对多想处死耶稣，那天。从中的暗三点钟突然目光就了以后，耶稣叫喊起来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一会儿之后他说，信了。然后耶稣大声呼喊，父亲，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到你手里。说了这话，他睡下倒了，许多年的。这时候大地转盘子也裂了，很多耶稣观众们屏息很久，地震和事发生的事都非常害怕，是他真的是胜利女帝，胜利女帝怎么可能死呢？如果神不允许他们杀耶稣的话，没有人能够杀他的，他真正是强大的。但是耶稣胜利女帝选择了死，神为了赦免所有人类的罪孽，你遵照了耶稣基督所做的惩罚，耶稣基督被神抛于罪十字架上，是因为我们的罪都被担当在他的身上。神很痛恨，恨犯了这些罪孽，你神所有的愤怒也都集中在耶稣的身上。耶稣之后，他的朋友把他卖到一个烧山上的一个洞里，用锯子割下洞口。然而，耶稣并没有像别的死人那样永远地死在洞里。他死后的第三天，几个女人玛利亚了，要与很耶稣怀胎，但当他们来到墓洞口边时，发现风是洞口石头已经刻分开了。他们躲进洞里，却没有看见耶稣的怀胎，只看见两个星星发亮的天使站在他的旁边，那些女人非常害怕，伏在地下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怕，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我人呢？他不在这里，他已经复活了。”有一个天使说：“你们会见到他。”后来，这些女人见到耶稣，看着别的人，也看见他复活了。他们并没有控制住耶稣，因为他本身都没有犯过罪，上帝一天耶稣战胜了罪名。撒旦将如果耶稣死了，他就不会再有能力灭耶稣正确的罪名。
也颓废的，把大人来量。